神应许，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主必不轻看。当我们真心的悔改的时候，神必定赦免，我们就可以轻松。神真是赦免的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感谢耶稣。我们真心的悔改，憎恨罪，我们知道罪的破坏性，我们知道神必定接纳，神必定赦免。求神释放我们的灵，这样帮助我们。求神赦免之后，我们相信他必定赦免，我们心灵就轻松平安。哈利路亚！感谢天父，我们可以放下重担烦恼，放下所有重担烦恼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！耶稣释放我们的灵，叫我们轻松平安喜乐，哈哈 哈, 哈！因为神赦免我们，我们是有罪的，但神赦免我们，神必定接纳我们。当我们真心悔改，我们憎恨罪，因为知道罪的破坏性，罪必定破坏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相信神的赦罪，我们心里就平稳安静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心里面就平稳安静，神必定赦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了。耶稣，因为你必定赦免，你必定释放我们，必定叫我们脱离罪的捆绑。求你给我们力量，赐给我们这个憎恨罪的心，因为知道罪就破坏我们的生命，罪就给魔鬼留地步，神就必定很想释放我们。我们悔改，神真的很喜悦，神现在在天上就喜乐，很开心的。他看到我们悔改，神就很喜悦，他就接受我们，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平安喜乐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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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哈哈哈哈，相信神真的赦免。最重要是我们憎恨罪，知道罪的破坏性，我们就停止犯罪。